1997年，电视台举办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堪称台湾选秀节目始祖。以《回家》一曲惊艳全场的是19岁的沈秀兰。外表像个甜姐儿，嗓音却极具穿透力。同一首歌，相隔13年再度挑战。沈秀兰已蜕变为台语歌后秀兰玛雅，经典重新诠释，完全不输原唱，让宪哥听到都醉了。不光是你唱的歌根本就是要给顺子难看嘛。在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节目中，秀兰玛雅以精炼成熟的转音技巧，连续20周蝉联第一，隔年就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一举入围金曲最佳新人奖及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写下空前纪录。讲座难掩激动情绪，连续几年角逐金曲台语歌后，终于在26岁那年成功加冕。我准备得这奖，叫我的名已经等4年啊，所以非常欢喜。今年爱非常感谢江蕙姐承让了。独一无二的 R&B 唱腔在传统中融入新意，他的出现将台语歌带入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还不到40岁就16度问鼎台语歌后，这记录在金曲奖史上，他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但您可能很难想象，台语歌信手拈来，行云流水的秀兰玛雅竟然只会唱不会讲。我不是会晓讲啊，大家都我尽量讲啊，大家都听听就好啊。首先呢，我爱非常的，首先不是首先嘛。对，我爱表现我的真心意啊，爱讲台语。首先，我爱感谢三立的董事长啊，加大基的董事长。虽然台语讲的哩哩啦啦，但这个身上流着来自母亲布农族血裔的孩子，向歌坛证明了，即便靠土法也能百炼成钢。因为我妈妈是
布农族嘛，布农族比我爸爸是外省人，所以讲我自细汉都讲国语啊，所以我的台语是看国语学的。秀莱玛雅走红后，在八点档连续剧也常能听见她的声音。轮廓深邃，水汪汪大眼，加上超疗愈的笑容，已经是金曲歌后的秀莱玛雅重遇当年参加歌唱比赛时的节目主持人蹦恰恰，马上被起底。较早伫阮遐比赛时阵哦，我系你，就大哭诶，我阿未讲你就甲你大哭。你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瓦固啊，校园组哦。你看那个沈秀兰呐、啊，对，快20年了。哎、啊，比赛十年前了。哎、欸，当我金秀歌呢，我是讲闹起来霸王蝶来当。哎，今天那也是金价而肥，金价不是是金价大高。但是雨大十八变，真的。哎呦，贵人呢，哇龙呢。唱歌够好听。乌鸦会，乌鸦会，秀风舞吹落。秀莱玛雅是唱腔完美融合前卫的 R&B 与传统台语转音，把老歌翻唱的有滋有味。热情奔放的原住民拥有像被天使亲吻过的美声，卑南部落更称称是金曲奖的摇篮，像是张惠妹、陈建年、胡德夫、纪晓君、佳佳，真的不胜枚举。这些卑南好声音啊，至少包办超过了20座的金曲奖。那么在超过半个世纪前，首位发行华语专辑的原住民歌手万沙浪，同样有来自卑南族。不过蛮遗憾的是哦，这位74岁的山地歌王，在2023年金曲奖的颁奖前夕离世了，永远登出人生舞台。张惠妹，阿弟的张惠妹一起专辑，恭喜！天哪，要拿这个奖真的很难。靠着阿密特专辑，阿妹抱回金曲最大奖，也是暌违8年再度封后，用自己的卑南族族名再创高峰。出道30年，办了超过30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拥有妹神、天后、国宝、女帝无数殿堂级封号加身的张惠妹，在华语乐坛的成就与地位，堪称台湾原住民歌手的天花板。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喜欢表演，千万不要放弃，就来吧！你有什么？就表现出来给大家看，不要害怕，勇往直前。阿妹让台东卑南族的原乡美声传遍亚洲，走向国际。巧的是，台湾第一位发行专辑的原住民歌手万沙浪也是来自卑南族。有谁愿意告诉我共同哪里？1971年，因为演唱电影《风从哪里来》同名主题曲，豪迈激昂的嗓音让全台湾人都认识了万沙浪这个名字。当时我们老板不太了解这个年轻小伙子会不会唱国语歌，是吧？唱的好不好？所以只是让我唱插曲。后来呢，就是这个李行李导演呢，他们一听就说：“哎呀，这小子歌这么有特色，这么雄壮，应该把这个这么。”豪放的这个西带有西部影片的西部牛仔的那种电影的这个主题曲，让他来唱。歌声浑厚又狂放有力的万沙浪，很快的成为全民心中的山地歌王。从此之后，唱片各大电影主题曲，连琼瑶的电影《彩云飞》都请他客串演夜总会歌星。不知你在哪里。
歌王的好声音超过半个世纪历久不衰，而且你一定听过。还有他许多招牌曲到现在都还继续被翻唱。去追寻，相爱的手要拉得紧，不变的情像旭日升，爱人的心是天上的星，陪伴小夫。万沙浪当年到底红到什么程度呢？戒烟后两岸恢复往来，他在隔年就登上中国央视春晚舞台，成为台湾原住民第一人。相爱的手要拉得紧，不变的情像旭日升，爱人心是天上的星，陪伴小不平。把卑南族传统服饰和舞蹈带到对岸表演，让中国民众第一次见识到台湾原住民的奔放与热情。当时万沙浪的曲风还属于原汁原味的原乡风情，施孝荣则是以来自屏东排湾族的好声音陪伴台湾走进民歌的黄金时代。年轻的日子应该是多姿多彩，难道你真愿意让他一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民歌啊几乎是变成国歌了很多学生上学的时候啊是人手一把吉他，抱着一把吉他，施孝荣在大学二年级参加第三届金韵奖获得优胜，发行首支单曲《归人沙尘》，前奏一起就以澎湃的气势震撼人心。沙尘轻轻将年少一朵，回首凝视的沙河慢慢将眼泪擦干。一曲爆红之后，原本是体育生的施孝荣意外走上歌手之路，成为民歌时期代表性人物。首接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当时风靡大街小巷，怎么听都不会腻。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施孝荣从二十出头唱到六十几岁，至今还年年主办民歌高峰会，陪着当年歌迷一起变老。施孝荣以民歌唱出原住民的一片天，九零年代华语歌坛百花齐放，阿美族的张震岳横空出世。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
从摇滚到饶舌全方位，出席的张震岳诚实的带点社会叛逆感。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也许很多余，但我却爱是你，请你要相信。过了30岁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流着原住民的血液，决定回归纯粹质朴的音乐。那路湾那咿呀那呀哟，熟悉回家路何时变得残破，小女孩你别哭，牵着你一起走。就是这张专辑《我是海雅古墓》，让他在2014年拿下金曲最大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我不是很会讲话，只能透过音乐去传达我想要讲的东西。因为你踏踏实实的踩在这片土地上面，你才能感觉到你要的是什么，你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东西。身穿阿美族传统服饰上台领奖，张震岳的族名海雅古墓，这个属于山与海之间的灵魂，从幕前到幕后，音乐横跨乐坛30年。而拥有一半布农族血统的秀兰玛雅，则是将 R&B 与台语歌完美融合。一东西一天被苦原住民越来越潮，到了90年代中期，两个排湾族青年把动力火车开进了你我视野。我走向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火车的经典歌曲十根手指头都数不完，甚至出道23年还在继续入围金曲奖。同样是金曲常客，还有来自台东阿美族的天生歌姬阿令。旋律下，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阿美族语的取名是唱歌的意思，阿令让大家都动起来，一个人跳不过瘾，干脆把全家人都带上台。一想到你呀，好你呀，就让我快乐，我好你呀，就好比猕猴要穿梭树林的轻松，像阿妈，好你呀，牵起了童年，好你呀，牵起了我呀，和一整个世界手牵起来。整个家族都很会唱的，还有他。曾经倔强是非的，偶尔脆弱也任性，直到眼看遭遇中，很莫名对自己怀疑。本名季佳莹的佳佳是阿美的同乡，一样来自台东卑南族。舅舅是金曲歌王陈建年，姐姐纪晓君拿过最佳新人奖，自己也曾两度问鼎歌后。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最性感的佳佳，爱你，爱你啊，贝特！出道当歌手前，还曾是阿妹的专属和声，陪她跑遍各地演唱会。原住民的天籁美声，在华语乐坛是不可或。